为一个主要的感意象。当然今天也会带一些轻快的歌给大家听，也有看到大家了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我去年发行的专辑里面的作品，那这首歌在近日也有在 YouTube 上放上了一个影片，是我1月15号专场的现场演出的影片。这首歌叫什么？传世坛。不好意思，那个下面有很多庄稼。好，这首歌是陈世海。然后虽然现在是夜晚的时间，但大家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幅属于自己陈世海的样貌。其实陈世海在我心里面，他是旋日的那个时刻，就是夕阳落下的那时候，然后每个人在都市里面繁忙的走来走去，但是当你抬头看到那个旋日的那个光景的时候，你就觉得，哎，当下好像可以放松了一些。然后再问你。Yeah.
谢谢。